辞旧迎新，宫里集福，五福临门。大家好，我是好德福宫廷副官王晨毅，我来给大家送祝福了。大家辛苦打拼了一年，团团圆圆，美美满满，愿每个人呢都能过一个开心祥和的春节。那么呢，我同时也收到了宫里的问候，五福福袋，我也给大家准备了小惊喜，都写在了这个立体的笔记本上。宫里集福，这福气我与你们分享。